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海绵生活。现在很多人为了装修房子用的都是木地板和瓷砖，认为木地板复古大气，而瓷砖干净明亮。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，有钱人都不用这两种材质的地板了，而是用一种新型的材料。今天小编就要带大家开开眼界了，这种新材料就是木纹地砖。可以说这款地板砖完全的结合了木地板和瓷砖的优点，就像是它们的结合体，挑不出有毛病的地方。这种木纹砖看起来就是复古一点的瓷砖，纹路是木质的，摸上去很光滑，看起来十分的美观大方，而且还防滑。如果小伙伴家里的装修是复古风，那么这款地板砖真的是不二的选择了。现在的有钱人都在抢着用，如果使用木板砖就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和财力对它进行保养，而这款木纹砖十分的好清洁，只要用抹布轻轻一抹就可以擦去脏东西，并且呢不会轻易的造成磨损出现划痕。现如今市场上卖的木纹砖有很多的颜色和款式可以选择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家的装修风格自由选择，相信这款材质的地板砖在未来会很受欢迎，大家赶紧下手吧，庆幸早知道。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